很多女嘉宾都说这个一博特别特别的高冷。乔恩，你在跟一博合作拍戏的时候，在你的眼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？他拍戏的时候。非常的认真，可是他很害羞，就是话很少，很少会有聊超过十句以上。啊，这已经很好了。对啊，是吗？我们这边整期节目有没有超过三句都不知道。跳舞舞者吧，主持吧，太利索了，还不够利索吗？一博是跟那个乔恩一起拍过一部戏，人特别好，而且爱吃，很爱小动物，爱吃小动物。不不不，喜欢小动物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搜索综艺最强音，关注订阅我们了。